伊兰头城的这新兴路道面两边有这砖啊铺面，和平将一直认为是人行道，面顶煞有违这停车格。公所调查讲，当地这砖啊铺面有两款积水，铺面的这个铺面过去是设计做临停区，为白色停车格了后，是方便外界的变线，还有警方执法。在路边的砖啊加铺面，真侪人看到拢感觉是人行道。最近煞发现，顶面画色袂少，白线停车格部分面将成灰，这款的道路设计无合理，影响行人路观。应当是这样讲是对的，因为他铺这个是算人行道。人行道，你觉得上面画停这个很奇怪？就怪怪的。既然头车定新兴路，道路两边的砖啊甲铺面过去，也未回停车格进前，都未少车临停。警方接到检举去执法，不过当地铺面敢是人行道所有记录。面内也接到未少定情有人认为人行道不应该停车，附近住户认为本地本来就是汽车临停区，何必造成困扰？我觉得回归到源头，还是必须要去请我们的路权的主管机关去做适宜的动作。砖啊甲铺面为停车格了后，停车。消防也引起更多讨论，面对前会，当地的砖啊甲铺面设计到底敢有，包括人行步道甲临停区路权机关应该爱厘清，对外讲清楚，安尼民众对停车格的卫生，一路在当上都也方便警方执法。就是协调说，那我们把却可以设置，就是原本设计停车格的地方，再用白色标线把它标示清楚。经过调查，新兴路两边的砖啊甲铺面有红色甲铺色两种，是2010年设计建造完成。丁国初表示，当初设计红砖铺面是人行道，铺色的是开放汽车临停，为了方便外界辨识，甲地方要求公所才会伫铺色的砖啊边画设白线停车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